觉得在带小朋友做实验会让我最有成就感的是他们能够去听懂，然后在我们面回问他们问题时，他们也能够如实的回答出来，或者甚至是举一反三回答出更多我们没有思考到的答案，去启发许多关于科学的热爱以及他们的认知，让他们在未来能够体现出他们的热爱。透过就是在列车上跑嘛，然后他们就可以去各个地方学到就是不同学校准备的东西，然后方向就会很不一样。他们可以去探索就是不同的方向，然后借由这个去确认说他们对这件事情的有没有兴趣啊等等的。因为理论跟实验是不一样的东西，可能学校只会上一些比较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实做出一个东西来让他们知道哦，原来这个东西是用在这个事情上面。我觉得带小朋友做实验其实就是可以看到他们就是很惊奇然后很惊讶的那种就是表情，我觉得是很带给我们满足感。那我们也会在其中也会觉得很快乐，因为是可以看到他们有在当中有学到一些的知识，包括像我们的产品跟我们的公司的有多一层的认识。每天每一班的列车都会有不一样的员工进来帮忙，就是做不同的活动实验。那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就是有不同的那个热情，就是参与在每一列列车上面。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因为我们可能都会衡量到小朋友他的年纪小，他的先辈知识可能没有这么多，把我们这个教案做了修整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在国小或者甚至幼稚园的学生都能够很轻易的听懂我们的解释，而他在这个过程中有获得许多的收获，那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感。